苗栗啊是台湾中部的旅游大县，这里有山景、有海景，还有丰富的人文景观，以及必吃的客家美食。但是如果呢，你想要做深度旅游的话，就要在这边住上几天。那今天收拾好行李，跟着小玉入住苗栗的三义喽。我们来到富有人文风情、街上一家一家散发着清新快木或樟木香气的礼品店，店内展示着各式木雕作品。来来往往的游客，有的专注寻找心目中的艺术品，有的喜欢感受老街的历史。这里是苗栗三义乡。三义啊，是一个充满艺术氛围的小城镇，也是许多艺术家圆梦的地方。也让很多人呢在这边打造出属于梦想中家的样子，更让很多旅人有了一个家。那么现在就让小玉跟大家介绍我在三义的家吧。距离三义老街车程约十分钟的距离，经过一排落雨松小径，一座造型可爱、外观又圆又白的建筑物，前方一座石拱桥连接，四周绿意包围，像是画一般。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画中喽。刚刚穿过落雨松之后啊，好像来到另外一个国度哦。你们看我身后的这栋民宿，是不是很神秘？但其实呢，民宿主人他的梦想呢，就是打造出魔界里面哈比人住的哈比屋。可是比较不一样的是啊，哈比人是住在洞穴里面，而这栋民宿呢是水泥打造，而且还有三层楼高哦。近看建筑物是一栋优雅的欧式房子，少了圆嘟嘟的可爱感，却多了几分优雅。庭院的木篱笆围起一座小花园，为家添了几分绿意。走上洗石子铺成的石阶，纯白色墙面搭配木质拱门，简单而大方地迎接着客人。哎 ，Hello， 美玲姐， Hello， 你在这里？你好，对，你好。刚才看你的民宿啊，超特别，而且是圆柱体形状，跟像猫头鹰一样。对，哎，你很厉害呢，看得出来它是猫头鹰。我自己在教书哈，那我发现台湾的小孩子不太会聊天。那为什么我们不太会聊天？因为我们其实很少教小孩子表达，所以我就很想说，如果我有一个民宿，我希望哈有一个很大的公共空间，那让来这边玩的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有很多的公共空间可以聊天。那所以我那时候就想到哲学这个事情，那因为是哲学，然后就想到猫头鹰。所以你看我们那房子前面，我用法文写 L'amour de la sagesse， 它其实就是代表着就是智慧之爱。那智慧之爱其实就是哲学的意思。如果我们要盖成这种圆柱体的房子，就是它造型比较特别的房子，那一般在台湾其实大部分都会采用钢构。那但是我们这个房子其实它是纯 RC 结构的，全部都是钢筋混凝土的，因为它灌浆的过程啊，然后我们分了好几阶段在灌，所以它整体的建筑的难度很高。然后我们看到它这么圆哦，你从外面远远的地方看起来它可能很圆，但是你知道那个施工的人靠得它很近的时候，其实他看不出来它很圆，所以就要有一个人站在很远的地方用麦克风跟他说，就这样慢慢修。哎，所以他那整个中外环的那个圆弧啊，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在修的，就是这样一点一滴这样修起来的。从跟设计师规划沟通到完工，整整耗时5年多，最后考虑到居住的舒适度，决定运用大量的窗户，不仅增加室内采光，也让外观活泼起来，而且乍看之下像是猫头鹰的造型，光是建筑外观就看得出民宿主人的用心，而我也已经开始期待民宿里面一定布置得很温馨。好，来，小玉请进，欢迎光临。好温馨哦。对，哎，美玲姐，你们过来看，一进门就可以看到这一幅超大幅的，这幅画作是什么啊？推开圆形木拱门，像尘封的咖啡色地砖，暖色系的墙壁，吧台前方的壁画超吸睛。这幅是拉斐尔著名的雅典学园，整个空间以这幅画为中心向外延伸，营造出高贵典雅的氛围。我们在布置这个场所的时候，我就一直想说要找一个什么样的画才可以把这个主题点出来。那雅典学院其实代表的就是它，其实上面画了各式就是大概
古希腊时代的几乎所有的哲学家，就是有名的哲学家，有不同的想法的人都画在上面。而且每一个人呢、在旅行中所看所闻的都是不一样的角度，其实真的很多可以分享。对，大厅的空间非常大，舒适的座位区很适合大家联谊，随处可见跟猫头鹰相关的摆饰。女主人说，当初屋子落成之后，因为外观很像猫头鹰，在希腊神话当中，猫头鹰是智慧的象征，希望营造出充满智慧哲学的民宿。像是这边呢、你可以看到整个窗户呢是阳光洒进来，而且是金光闪闪、你就坐在那边很浪漫的拿一本书可以阅读，然后很放松，就是你根本就不会想要待在房间，就很想要走到大厅这边好好的休息一下哦。对对，有时候还会有小小的惊喜，你知道吗？因为那树上面会有一些小小小鸟，然后它就会一直啄那个窗户，你会感觉上你好像跟那些小鸟有互动的感觉。对，就是很多很多的小细节都可以去体验。对，那美玲姐，我们参观完的大厅，其实我更期待的是我们的房间。可以往上走了吗？当然可以啊。对，好，来。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二楼，这是二楼的客厅，好美哦，而且很温馨哎。而且美玲姐这个还对啊，这个椅子当然可以啊，可以可以。这个椅子其实很多椅子以前都是在我家的，因为我超级爱逛家饰店，然后爱逛家具店，所以好，我买了不少椅子，然后盖房子的时候就把它搬出来这样子。真的，你可以看到整个空间呢都是椅子椅子椅子，还有摇椅，就会觉得我根本就不想要待在房间里面，很想要出来这边走走，然后这边坐在椅子上非常惬意的就是休息。对，所以我们就很刻意的把我们的那种像一般在饭店里面他们都会把杯子啊那个什么热水壶啊放在房间里面，那我就不太希望这样，我希望我们就把饮水机啊杯子都还有什么茶包咖啡包都放在户外，那我们就希望客人来这边，那可以来户外，来阳台，或来这边聊天。对，我就是很希望客人来这里聊天这样子。二楼也保留了很大的公共空间，每张椅子感觉都很舒适。走了一整天的路，泡杯茶，选张喜欢的椅子，坐下来分享彼此旅游的心得。天冷的时候，老板娘还会替大家准备壁炉，让大家取暖。你们看这边被这些花花草草围绕，然后你可以看到背景呢是一整片的落羽松哦，就是来到这边你就是真的很放松，你根本不用想到太多的烦恼啊，真的可以感受到美玲姐非常用心的在经营，哎，超棒的。那接下来就是我期待已久的房间了吗？可以哦，走吧。这间房间是什么啊？这间房间是我用了法国的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叫笛卡尔去命名这样。我知道说他曾经哈、为了要推广哲学教育，然后就写了一封信给他们法国的国家科学院，告诉他们说一个哲学教育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然后我觉得以那样子高度的人哈、会去这么样子的重视哲学教育，或甚至重视教育这件事情，就让我很感动，所以我就把他的 那封信的前面一段把它录上来这样子。哇，你其实一进门你就可以看到呢、最显目的就是这一篇文章。小玉是看不太懂，可是原来还有这么丰富的内涵在里面。而且整间房间的设计是比较温馨的，是这些淡绿色，然后还有这种比较欧风的这些家具。房间是充满少女心的乡村风格，整体配色让人觉得舒服，柔软舒适的大床上方还有公主风布帘装饰，还有水晶吊灯耶。浴室里木框雕花的镜子，每个元素很和谐，却又有它们的独特性，还有一个特别的小细节哦，超棒的。而且我觉得我们的美玲姐真的超细心，连门把都注意到了。其实来到这边呢，你不用想说只是住一晚而已，你可以想说来到这边去品味或者是体会每样细小的细节，来到这边感受不一样的民宿体验哦。第一间又让小玉好惊艳哦，而且它里面每个设计都有美玲姐的小巧思在里面哦。让我很期待第二间。我们赶快去看。好好，接下来这一间呢叫欧玛海亚姆。一推开门，大片的落地窗真是太吸引我了，
被高贵气质的紫色包围住，温暖的阳光洒在床铺上，多了几分悠闲与温暖。角落摆了张稳重的酒红色的沙发躺椅，像是在提醒旅人坐下来好好休息吧。真的很特别，因为你看，其实每个房型啊都有不同的哲学家，其实都是美玲姐她深深佩服的这些哲学家。然后呢，你可以看到整个房型啊，像是这边的布置跟我们刚才看的房型不太一样，这边的颜色比较偏向紫色系，这个算是比较阿拉伯那边伊斯兰那边的整个房型，那种色调。真的是不得不惊叹老板娘的用心，每间房间打开都很惊喜。接下来这间是雅里斯多德，运用了许多西式古典建筑的援助，鲜明的白橘色搭配让视觉多了点明亮的感觉。因为我就很想要营造一个古希腊的浴池的感觉，然后你想想看是不是很浪漫，一个人在洗澡，然后他的女朋友啊帮他洗头啊什么的。美玲姐你好浪漫哦，你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对不对？对没错，超有创意的。你看每一间房间呢都有它的特色在哦，就会让你天哪好想要每一间都住过一次哦。就是刚才参观完了房间之后呢，我觉得今天小玉来这边住一晚，应该隔天起来会变得比较有智慧一点点。那我们这边的房间就是已经介绍完了，是不是还有楼上？对，楼上我们还有四季，四个细节。好，那带我去看看吗？好，对。从楼梯走上来，仿佛穿越时空来到另一个地方，宽广明亮的空间让人完全爱上，可以静静欣赏地球自转一圈，抬头仰望，仿佛世界绕着你运转。真的，你看三楼真的是太惊艳了，我不得不说，光是从这些瓷砖，然后还有这些门啊门窗，你根本就不会想说这里真的是室内吗？真的很用心哎，而且你可以看到每间房间都是不同的颜色哦，就是好像可以从门窗打开，然后跟对面打招呼，对，然后走出来，哎，我们来这边喝茶聊天喽的那种感觉。对，而且我刚有看到这个壁炉，这个是可以用的吗？对。这也是可以用，跟楼下一样，它也是可以用。对，哎，这样子超棒的哎！等一下晚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坐在这边，那边可以坐着休息，然后可以看到外面啊，看星星，然后就好像来到了户外一样，不用出去呢，也会在那边有一个非常好的假期哦。这里的四季真的是四季分明，春天新开的枝芽充满生命力，夏天的蓝天白云充满热血，秋天的枫叶萧瑟是一种闲适的优雅。冬天的宁静淡雅适合在旅行中沉淀自己，在点点星光下期待今晚能有一夜好眠。大家早安，这些呢都是民宿主人准备的早餐，在充满异国风味的地方享用中式早餐是不是超特别的？你看有粥，还有这些小菜跟现切的水果，这个是两人份的，但小玉呢就不客气，一个人独享喽。开动！民宿的早餐是套餐式的，老板娘会依照人数以及食量来准备餐点的分量。暖胃的清粥小菜在讲究的摆盘下变得格外可口，为接下来的旅程准备好能量。在距离圣心车站不远处，有一家别有洞天的民宿，老板将几千平地布置成各种风格的摄影基地，运用自然景观搭配造景，超有意境。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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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看我身后这个喜字，是不是很喜气洋洋？但其实啊，这边呢是一间小木屋民宿哦。可是老板非常有创意耶，他在这边呢、打造出了许多的装置艺术，让一些新人来到这边呢可以拍摄婚纱照。可是如果你跟小雨一样不是来拍婚纱照的话，不要担心，只要你入住这边的话呢，也能一次拍个够。民宿周边具备了三亿知名的旅游景点，圣心火车站以及龙腾断桥，与婚纱公司合作的在园区里设置了多项的婚纱场景，搭配上群山美景，打造出特别又浪漫的民宿。你们看那边有新人在拍照哎，而且上面呢、有漂亮的桐花这样飘落下来，超浪漫的。其实这里的造景啊，在不同的季节来都会有不一样的变化哦。像是每年四到五月呢，就是桐花季嘛，花期一到的时候，这里会开满桐花，然后下起浪漫的五月雪哦。
当油桐花盛开时，容易因风吹雨打而飘落，就好像下雪一般，非常浪漫。选对时节来拍摄婚纱照，让桐花祝福每一对新人。这里啊，就是提供新娘梳花的地方，而且呢有冷气跟电风扇，而且老板很贴心哦，还有准备点心跟饮料，让新娘一整天都有100分的笑容。那现在小玉带大家去认识这边的装置艺术咯，走吧。从园区入口两旁就有吸睛的布置了，左手边是一台可爱的白色老爷车，搭配后方天然的绿色背景，可爱感满分。右手边是梦幻粉红色小屋，小屋有可爱的摆饰，还有一朵朵油桐花点缀，超级适合拍偶像剧剧照啊。小玉要为你们介绍这个第一个场景，就是这个复古吧台。你可以呢像小玉这样拿着高脚杯，然后很优雅的坐在这边拍一张照，或者是来来来这边，嘿嘿，这里走一个森林系的路线，所以来到这边呢，你不用担心找不到你想要的景，因为各种场景都有。如果你要走一个森林系的路线的话，你只需要这样轻抚着树叶，然后把你的下巴稍微抬高一点，有一个仰角的感觉，眼睛放空，这样就行了。园区内还有很多厉害的建筑物，仿造欧洲街头的感觉，有着精致雕花的柱子、古典的灯饰、欧洲皇家的椅子，营造出悠闲的欧洲街景。选家喜欢的咖啡厅，进门喝杯咖啡吧。逛完了欧洲街景，接下来带你们介绍我的城堡吧，走吧。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来到我的城堡 ，Welcome to my world。告诉你们一个好拍照的技巧，你可以站在这边，遥想着邻国的王子正在看着你，大概是这个角度没错。接下来带大家来到我的皇宫喝杯茶吧，偶尔弹弹钢琴，选一本喜欢的书看看，还有我最喜欢的地球仪，希望实现环游世界的梦想。还有这张宫廷沙发椅，一定要坐坐看，很舒服柔软哦。还有这个超复古的旋转楼梯，如果你是穿着婚纱，整个这样放下去，是不是超美的？秋千是每个小女孩最喜欢的游戏，而这个水上秋千两侧的花藤浪漫程度大加分，在这里每个女孩童年时幻想的童话故事场景都可以实现。嘿，哎呀，各位观众朋友，跟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魔法马车，跟着小玉一起前往下一个目标喽，上车吧。嘿，接下来是有着白色屋顶、水蓝色透气窗的日系杂货小屋，小布偶、小盆栽或是花朵点缀，就像是小两口打造出来的梦幻小屋，充满朝气。这里啊，比较适合甜甜的女孩，走乡村风的风格哦。还有这个啊，蓝白色的地中海建筑，如果啊，这时候再来一阵风，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来到了地中海小镇。可是看了那么多场景，你没有发现少了一个最重要的呢？没错，那就是白色教堂。这座哥德式教堂可是每对新人一定会取景的地方，外观清新简单的白，搭配西式教堂建筑特色，大片的玻璃窗将阳光引进来，窗框影子倒映在教堂内，唯美的教堂一定会让女生心动，好幸福哦。这座教堂啊，你不管任何角度取景都非常的漂亮哦。而且今天呢，小玉拍得非常的尽兴，下次如果你们有机会来到这边，也要感受这边满满的幸福氛围。Hello， 陈大哥你好。小玉你好。哇，我刚才就是稍微看了一下你们这边的场景，好多好漂亮的艺术装置哦。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在这边就是做这样子的民宿呢？很多人去呢想要找一些比较特殊的景点，那我们就打造了这些婚纱的一些景，然后去让新人拍照，那顺便就是让我们
住宿的客人也可以在这边留下一些纪念。其实就跟小玉一样，如果你们没有要拍婚纱照的话，只要入住民宿呢，也能够就是把这些漂亮的场景带回家。那陈大哥，我想问你一下，就是这边你说也有住宿的地方嘛？那住宿主要有提供哪一些呢？我们有提供一些小木屋啊，让旅人可以在这边驻足。陈大哥，这木头味好香哦！是，这些都是原木的一个隔间，那包括地板也是属于原木的装潢的形态。这个床架外面有没有看到？也是自己做的。自己做的？是是。你可以看到整个环境啊，都是木头色系，就是没有过多的装饰，就会显得就是整个度假的那个气息啊，就会比较放松，很舒服。而且周边啊，全部都是林木，就有度假的感觉哦。也有很多设备是那个婚拍用的，我觉得也。这是感觉蛮好的，虽然我们是几个男生过来，但是有机会也想要跟女朋友过来拍一下这样。这边的风景也不错，我在这边拍了很多照，然后晚上也有这个萤火虫，很好看，很漂亮。拍完照体力也耗尽了，可以直接休息咯。园区有五栋独栋小木屋，相较于园内丰富的装置艺术，木质的感觉显得朴实些，独栋的设计可以不受打扰。今晚我们将被满天星斗和满满幸福包围，每个地方都有它独特的故事，用他们大自然和人文写自己的故事。想要感受三义曼城的方式，就到这里住一晚吧。因为老板娘的梦想而打造出圆圆的哈比屋，又神似猫头鹰，屋里屋外每个小细节都看得出主人的用心。充满智慧的哲学房，房门一开就让人惊艳，用心布置的公共空间让人不想进房，一觉好眠之后享用暖胃早餐，让人仿佛回到了家。三义的幸福园地是许多新人取景的好所在，将女孩心目中的梦幻场景实现了。唯美的欧洲城堡，清新的森林系，可爱的日系杂货，浪漫的白色教堂。然而再美的场景布置，都需要一抹幸福洋溢的笑容才完美。在不受干扰的独栋小木屋安稳入眠，收拾好行李前往三义住一晚吧。小学的时候就有长这个，对，像兔子的嘴巴，对，那么嘴巴会打开。